周三凌晨1:45，南特主场迎战尤文图斯，首回合两队战成1-1，次回合将决出晋级队伍。南特在法甲暂排名13，并无降级之忧，欧战是他们本赛季可以突破的目标。最近联赛状态起起伏伏，总体来说主场成绩不错，客场有些糟糕。好在本轮在自己主场作战，面对意甲传统劲旅老妇人尤文图斯，球队定会打起12分精神争取晋级。而做客的尤文图斯本赛季因为财政问题被联赛罚分后也不冠不旺，唯一能突破的也是欧战的战绩。第一回合在主场没有拿下南特确实有些遗憾，但好在球队阵容和实力还是相对占优的，拥有弗拉霍维奇、迪玛利亚、基耶萨等进攻好手，客场的比赛只要能将进攻能力释放出来，晋级应该不成问题。加上最近防守回稳了许多，球队丰富的欧战经验将在淘汰赛中发挥重要作用，看好他们最终挺进下一轮。我们预测本场比赛尤文图斯客场不败，总体进球应该不会偏大，同时也有可能战平至加时赛的可能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希望在未来能分享更多的专业足球资讯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